喵喵喵！考试结束，白雪到鸡腿班，贝尔到辣条班，大宝到可乐班，也太好了！速度再快一点！喵喵喵！很好，保持住！喵喵！老师，我吃不下了。这才50个，怎么就吃不下了？老师，我在家做练习已经吃了100个了。你现在速度刚刚提上去，但是很多细节还没有做好。看看你，你的手上全是油。我实在是吃的太多了。来到鸡腿班，吃鸡腿就是你的任务。不多练习，怎么考100分？我知道了，老师。算了，课间休息5分钟，回来继续。好了好了，这才是微微了，怎么就受不住了？不行，老师，太辣了，我要喝水。贝尔，你这样考试肯定会不及格的。不行，这不是我最喜欢的辣条吧，我不能考不及格。老师，再来，给我变态辣。微微辣你都受不了了，还是给你冲辣吧，总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。那好吧，我听您的。这老师，这是冲辣。是啊，来吧，浅尝一下。不来不来，我没事。大宝真不错，一节课就喝了500罐可乐。当然当然，老师，喝可乐可是我的强项啊。虽然速度提上去了，但是怎么不见你打嗝？怎么还要打嗝了？你喝了这么多可乐，胃里一定咀嚼了很多气体，你要把气体排出来。如果不排出来会怎么样？就会像你现在这样。我怎么飞起来了？怎么办？我要怎么下去啊？现在你体内的气体太多了，快点通过打嗝把气体排出来。我再也不想吃鸡腿了，我再也不想吃辣条了，我再也不想喝可乐了。你们看我的嘴巴都辣肿了。你上课要不停地吃辣条吗？对呀，不仅要吃，还要尝出不同的辣度。我现在才刚刚尝到中辣，后面还有重辣变态辣。我也是，现在我看见鸡腿就害怕，实在是吃不下去了。老师还要求骨头上不许留肉渣。你们哪里有我咋？我喝完了可乐打不出嗝，在地上飞了好久才下来。我现在动不动的就要打嗝，好难受啊！我宁愿天天写作业，再也不想上可乐课了。怎么样？在临时班学的还开心吗？不开心。小精灵，我们想回从前的学校了，你能不能帮帮我们？我也帮不了你们，连小精灵都没有办法，难道我们真的回不去了吗？其实这些都是你们自己的选择，只有你们自己真正想回去才行。我们当然是真的想回去了。小精灵怎么不见了？白雪、贝尔、大宝，你们三个不赶紧回来上课，还在那里干什么？我们这是回去了吗？小朋友们，喜欢视频就点赞关注我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50分的大宝到，你的作业是吃10000份螺蛳粉。70分贝尔到，你的作业是吃1000个榴莲。100分的白雪到，你100分没有作业。老师，我想做点作业。还有给自己小作业做的。白雪不愧是好学生，时刻都想着作业。那你的作业是吃10万个臭豆腐。10000份螺蛳粉，我得吃到什么时候啊？有了，看我的酷酷神功。主人，你有什么吩咐？这是10000份螺蛳粉，今晚要把它们全都吃完。没问题，喵喵喵。终于吃完了。辛苦了大宝们，10000份螺蛳粉也不是很难嘛。不知道贝尔姐姐的榴莲吃的怎么样了？喵喵喵，161，喵喵喵。102，喵喵喵，103，还有这么多，我得吃到什么时候啊？哼，我不吃了，肚子好撑啊！有了，看我的食物缩小枪，冰冰冰冰冰，看我一口吃100个榴莲，喵喵喵。吃完了，这次我的作业一定能得100分。这么多臭豆腐，白雪，妈妈帮你吃一点吧。不用的，妈妈，这是我的作业，我要自己吃。那好吧。喵喵喵，喵喵喵，马上就要去学校了，我吃不完了，怎么办啊？大家的作业都吃完了吗？老师，我们吃完了。老师，我还没有吃完，我只吃了一半，我今天一定会把剩下的一半给吃完的。那这一次我和贝尔姐姐一定是100分，白雪不及格。好，我宣布这次的作业分数，大宝0分，贝尔0分，白雪100分。老师，我们为什么是零分啊？我们明明都吃完了。你们的作业都是自己好好完成的吗？大宝，你让分身帮你吃，
贝尔，你投机取巧，把作业都变小，你们都是偷懒完成的作业，只有白雪一个人在认认真真的吃，而且诚实的告诉老师自己没吃完。老师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以后也一定会自己好好完成作业的。那你们今天的作业就是把昨天的作业做两遍。什么？那我的作业不就是吃两万份螺蛳粉？我的作业就是吃2000个榴莲。我们不要啊！不要啊！我们不要这么多作业啊！贝尔大宝，给我站起来！原来刚刚是在睡觉啊！幸好！上课睡觉不认真听讲，贝尔大宝，你们今晚作业双倍！小朋友们，你们可要上课认真听讲，好好完成作业哦！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，就点个赞吧！我们下期再见。我要1000个金币！我也要1000个金币！还有我也要！收到收到，给你金币！哇，真的变出金币了！大宝，你这个聚宝盆也太神奇了吧！我没骗你们吧？咱们快去商店买东西吧！白雪熊妹大宝，你们要买什么东西啊？我要买最漂亮的公主裙，我要买最好看的奥特曼卡片，我要买最好玩的游戏机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你们有那么多金币吗？你们买得起吗？黑魔王，你别小瞧人了，我们买得起。那每人1000个金币，给你。你们怎么会有这么多金币？这是我们的秘密，才不告诉你呢。哦，那好吧，这是你们要的公主裙、奥特曼卡片和游戏机。终于买到这件漂亮的公主裙了。奥特曼卡片，我爱死你们了。大宝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咱们快回家吧。白雪他们怎么突然有这么多金币？我一定要查清楚。魔法变，原来是因为这个聚宝盆呀。这么好的宝贝，我一定要弄到手。终于偷出来了，我先试试这个聚宝盆是不是真的。聚宝盆，快变出很多卡片。好的，黑暗魔王，给你卡片。这真的就是传说中的聚宝盆呀，我要赶紧把这些卡片拿到店里。黑暗魔王去哪了？怎么不在家？喵喵喵，可乐真好喝。这是新买的垃圾桶吗？太好了，我要。黑暗魔王一定是去商店了，我还是去找他吧。简直的猜测物，我变。牛角怪，看你干的好事，把我家都变成垃圾场了，到处都臭臭的。真的不怪我，你也没告诉我那个不是垃圾桶，而是可以复制的聚宝盆啊。现在我家也不能住了，牛角怪，你说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好啊，黑暗魔王，原来是你拿走了大宝的聚宝盆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大宝的聚宝盆不见了，我们也只去过你的店里，当然要来你家调查了，没想到真的是你干的。黑暗魔王，你如果想使用聚宝盆，我可以借给你，你不应该偷走它。这么好的宝贝就应该属于我这个童话王国的最强者，我才不要可怜兮兮的为你借呢。老大，原来这个聚宝盆真的是你偷的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。什么？牛角怪，连你也这么说我，你还把我当老大吗？黑暗魔王，牛角怪说的是对的，你不经大宝允许拿走了聚宝盆，现在你家也变成了垃圾场，你还不认错吗？就是，你再这样我们都给你打零分了。不要啊，我知道错了，你们千万不要给我打零分呀。大宝，聚宝盆是你的，你一定要想想办法把我家恢复过来呀。只要你真心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我就一定会帮助你的。小朋友们，喜欢这个视频吗？我们下次再见。月球月球，快开门，我要进去充脑。不让进不让进。喂，我真啊，太阳太阳，快开门。不开不开就不开。喂，我再听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太阳和月球都不让我们进去充能了？警告警告，氧气含量只剩20%。糟了，贝尔姐姐，我们得赶紧找个地方充能了。地球地球，快开门。怎么了，贝尔大宝？氧气含量剩余10%，剩余10%。哎呀，来不及解释了，你快让我们进去。地球大人，不要让他们进。地球大人，快让我们进去吧。这我该怎么办啊？地球大人，太阳大人和月球大人说了，不能让贝尔和大宝再继续充能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不要，地球大人，不要丢下我们。不行啊，我必须得听太阳大哥和月亮大姐的话。警告警告，氧气即将耗尽，氧气剩余5%。怎么会这样？地球大人跑了，我们马上就没有氧气呼吸了。哼，现在看你们怎么办。剩余氧气1%，现在进入倒计时，5、4、3，魔法传送。大宝贝儿，你们没事吧？我以为我们太阳来了。大宝贝儿，大脚丫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因为我今天一定要教训你们。就说大脚丫。白雪，就算你是所有星球的主任，你也不能阻止我教训贝尔和大宝他们两个。大脚丫，你还有完没完？就是啊，白雪，
今天太阳和月球不知道怎么了，就是不让我们进去充能。没有能量，我们就没有氧气，就没办法呼吸。要不是你及时救我们，我们就回不来了。怎么可以这样呢？真是太过分了！才不是呢，过分的明明是贝尔和大宝。大雪，你看。哎呀，太阳实在是太热了，我每次去太阳那里都要被热昏了。要是没有太阳就好了，月球更糟糕，我每次都冻得发抖。要是没有月球就好了。有了，我们可以去找巫婆婆，让巫婆婆把太阳和月球变消失。太阳大人和月球大人每天都在保护着地球，让大家更好的生活。而贝尔和大宝，他们两个总想着让太阳和月球消失。贝尔、大宝，太阳和月球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没有太阳，大家都会被冻成冰块的；没有月球，大家都生存不下去。这也太可怕了！小朋友们，你们说太阳和月球真的有这么重要吗？如果和白雪一样觉得重要的话，就在评论区发送111；如果觉得白雪是胡说的，不重要的话，就发送222。别忘了点赞关注我们。我要吃这个汉堡，我吃这个彩虹糖，我吃这个大鸡腿，真好玩！我吃，我吃，我也吃，我也。白雪、贝尔兄妹，你们怎么还在玩游戏？哎呀，妈妈，我们就在玩一会儿嘛。既然你们这么爱玩贪吃蛇，那我今天就让你们玩个够。真的吗？那真是太好了！小朋友们，你们想跟我们一起去游戏世界吗？想去的话就发送666，让我们看到吧。穿越魔法。哇，我们真的进到游戏世界里了。白雪、贝尔哥哥，我变成了贪吃蛇。我们也是。太好了，这下没人管我们了，我们就可以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了。大宝，我们来玩游戏吧。好啊。白雪贪吃蛇吃汉堡可乐，贝尔贪吃蛇快吃葡萄炸弹，白雪贪吃蛇吃金币。哇，长发，你的白雪贪吃蛇变成彩色的了。白雪，为什么你变成彩色的了？我也要变。我怎么动不了了？贝尔姐姐，因为我们现在是游戏里，只能听玩游戏的人控制。哼，这一点也不好玩。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一点也不好玩。我的贝尔贪吃蛇也变不成彩色的。大宝，那我们换一个游戏玩吧。呵，终于不玩贪吃蛇了。那我们玩双人闯关游戏吧。好啊，兄妹跳。白雪跳。恭喜白雪获得新装备，双倍奖励。耶，太棒了！兄妹快跑！哎呀，怎么又失败了？嘿，太好了，我有双倍奖励。我倒了，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呀？白雪跳上去，太棒了，我获得了双倍金币。我也要来。熊麦跳过去。熊麦，你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每次都失败？我不想玩了，太生气了，明明就是大宝操作的问题，还要怪在我身上。熊麦，你忘了是我们跟妈妈说要来游戏世界的了吗？那好吧。上上上，熊麦跑快一点，跳起来。白雪跳上这个台阶，加速冲呀。白雪熊妹，我好累呀，我不想玩了。我也好累呀，我想回家，我再也不要玩游戏了。可是妈妈会让我们回去吗？原来玩游戏这么累，我以后一定不会再玩游戏了。妈妈，我们想回家。对呀，妈妈，我发誓以后再也不玩游戏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我应该让白雪他们回家吗？觉得应该让他们回去的就发送111，觉得不应该让他们回去的就发送222告诉我吧。